不行，我们的宝宝没了，他们说宝宝是男孩。你为什么要逼我做出这种事？那我现在要干嘛？耐心，真相是不用猜的。如果她没有怀孕，那她干嘛来婴儿用品店啊？你到哪了？怎么电话都不接？我快到了，你到老地方等我。黄静，陆相，叫救护车！护理师，我们是卢医生的朋友，请问一下他现在状况怎么样？没有很严重的外伤，不过很遗憾小孩没保住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医生，你没事吧？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们的宝宝没了。
没事，孩子将来你还会再有的。他们说宝宝是男孩，要是你早点到就好了。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好好保护你们母子。你为什么要逼我做出这种事？打搅一下，我来做个笔录，请当事人提供一下当时的状况，看有没有可用的线索，因为现在警方还无法掌握肇事人的资讯。